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恩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我们的《树世界模组生存》。好的，那我们上集呢，就是攻略完的融化世界嘛。然后，我真的是觉得融化世界是最浪费时间的一个世界。不过这不重要啊，重点是呢，我们从融化世界拿到了一个纯宝石，叫爵士。我今天想要去爵士世界看一下哦，因为爵士听起来就是那种很高尚、很贵族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爵士欸，爵士听起来就有一种高尚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就决定去爵士哦。哦，然后啊，我的传送门已经开到最底层了欸，就是我之前挖的部分的最底层。其实后面应该还有门啊，应该我之后应该还会再挖四个房间出来吧，因为门还放不够。总而言之，之后再说啦，好不好？私底下再做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去爵士世界探险啊！爵士，哼！等一下，我感觉爵士也是一道一道的墙啊。这黑色的看起来很像墙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有个平台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格一格的，我都会有这种感觉。好了，不管，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爵士应该也没有多恐怖吧，对不对？哼！等一下，好暗哦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绝，这是什么？镁矿石，这是镁。所以来爵士就是挖矿的是吗？我估计我应该是在地底啦。我们坐标在38，蛮深的。镁可以干嘛？镁锭。然后这里有钛锭，钛锭是不是也在那个啊？爵士啊？受到伤害时消耗25能量，触发巨能之坑。然后巨能之抗是 60% 的伤害减免，算强吗？减伤 60% 哦，应该是会很硬啊。然后镁矿就只能做这个，那好像没有很重要哎。然后还可以做这个召唤板，我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学过召唤的东西啊？各位看我这个召唤的等级多少？差一等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要看这个啊，我要看钛啊，钛应该也在爵士吧？独角怪，然后哦，对对对，我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，有没有夜视镜？夜视镜看起来就是可以直接给我们夜视嘛，对不对？感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说，爵士地底是有这种矿的。那好，不重要，我们现在还是先以去地表为主好了，先上去地表再说。而且爵士他的洞窟给我的感觉还蛮像一般世界的，就很正常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又找到这个镁了，哦，挖出来了，爵士地面好像陶土哦，双角兽不是那个吗？跟独角兽是一体反面的存在，独角兽是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什么善良是不是？然后双角兽是邪恶的样子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啊。我不知道是听谁讲的。然后这个世界，哦，这个没有翻译耶，这什么东西？居然有没有翻译的材质？看来是比较新的世界哦，是吗？然后这里有个好大只的东西哦，这什么啊？地兽？地兽是什么鬼？等一下，我换个装备好了。哎，不然这里的怪有点猛啊，换一下。干什么？变异蝙蝠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黄黄的东西是什么啊？鸭嘴兽？这是什么？虚无尖峰。尖峰是什么？什么跑跑卡丁车的车子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尖峰是啥？好了，我们就走远点看看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应该，我觉得还蛮和平的啦，怪没有很强，有没有？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状态效果，不像秘境会一直中毒嘛，或者是什么遮挡视野的效果，应该都没有。怪都还蛮和平的，而且不会远程。哦，我来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哎、欸，这个地兽长得有点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它长得有点恐怖。然后这什么方舟？哎呦！哇，它那个碰撞枪超大哎、欸，用射的哦。射死之后还是掉铜币，这个世界真的很讨厌哎，什么怪都掉铜币。然后这种怪会让我想到那个什么，那个石巨人呢、欸？他们是石巨人的亲戚是不是啊？长得也蛮像的。哎、欸，他只有三只脚而已、欸。天哪、啊！石巨人的亲戚耶、欸？不是啊，我要看一下这个地形啊，这里是怎样？哦，不妙，我看到金字塔了。想不到我们来这里的第一个建筑就是金字塔。然后这里是什么世界啊？爵士？不。然后这里到底是什么地形啊？到处都是这种石头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去一下金字塔好不好？金字塔感觉也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一向都很讨厌去金字塔啦，而且我今天还没有带那个穿墙果实出来，完蛋了！我觉得我应该又会受一堆苦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我看一下爵士的效果是什么？爵士的金字塔效果是什么？有来了，开始了，我开始乱移了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人在那边乱飘，到底是谁啦？为什么金字塔都这么垃圾啊？哦，还挡起来。不过我不管你是谁啊，在我面前你通通都要俯首称臣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飓风，他在把我往后推、欸，他真的是推你是不是？因为我会一直往后推。对，他一直推我。来，一样，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拿那个纯宝石嘛。我们拿了就跑，快点给我啊！你们这些一直推人的人，奇怪，飓风不是应该要把我往他身体卷吗？为什么是把我推走啊？他这个名字怪怪的，而且他真的像个龙卷风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我怎么穿墙啊？哎，各位王子，我刚刚被挤到穿墙哎、欸。所以说他太多只有没有会把我挤到穿墙是不是？不知道，别闹了好不好？不要拖时间啦，让我赶快打一打、啊。不过这里跟其他的金字塔比起来，算是相当不错了。他的怪没有那么烦，就只是会把我拉来拉去。哦，打到了两个了。纯宝石碎片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这次金字塔逛的好快哦，还不错，这样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对了，我先走了。想不到我们第一个，放我走！想不到我们第一个建筑是金字塔、欸，虽然说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来了。哇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怎样？超级广哎、欸，都是这种石头地形，你知道吗？换个衣服好了，我们快速通过这里啊。快速找建筑时间，而且这里感觉很适合跑酷，你知道吗？超适合那种，有没有？我这样子跑上来，哎、欸，然后，没有跑到，太可惜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跑上来？我跳啊！跑酷练习专家啊，掉下去。哎、欸，然后这一望无际的都没有建筑是怎样？超扯的、欸，我看到那个啦，那个。符文祭坛的，不过符文祭坛我就没有很想要换了。哦，找到了哦，这里有个有没有超大的东西？看起来像乐透兑，不对，乐透兑换的家，再怎么有财力，应该不会住这么大。这感觉像 BOSS 的祭坛哎，或者是那种啊，不对，应该比较像刷怪的地点。哇，这边好壮观哦，这里应该是建筑盖最认真的地方了吧？你看这个东西，虚无世界把精力都花在这个世界哦。这建筑盖得不错哎，啊有没有电梯？哦哟，又是这种猥亵的怪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忽然觉得这个怪超猥亵，而且超多只，你知道吗？又黑又大的，我天哪！好啦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哦，应该可以从中间挖进去，这样比较快。这是爵士城堡是不是？爵士城堡墙？嗯，这什么东西？女爵祭坛？
哎、欸，真的，这真的是那个哎、欸、，BOSS 祭坛哎、欸，然后我现在没办法召唤，我天哪！好啦，那我们就记个坐标之后再来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地方真的设计的好好、喔，全虚无设计最好的地方就是这里了。来，找下一个地方。哦，找到新的东西了，紫色的半球体，看一下那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掉了一把枪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么怪，毁灭电磁枪。快，33%的机遇能使子弹充能，好吧，我觉得还好啦，感觉没有很强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哦，我看到那个红红的东西耶，像是那个换东西的祭坛吧，我去看一下。上一次看到这种类型的建筑，通常都是生怪砖哦，这不是哎，蜂王祭坛，这也是哦，所以说这。爵士有两只 BOSS 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，蜂王和女爵哦，怎么感觉都有点猛啊？蜂王、女爵，我天哪、啊！然后这次乐透兑换人的家比较难找的感觉，我已经找了3个建筑了，还没找到，蛮夸张的。这边一定会有很多观众问我，为什么不要用天空法杖探索？那是因为我如果用天空法杖探索的话。我连一只怪都砍不到，然后大概就不会掉，大概就不会掉他们有价值的掉落物了。所以说我前面应该都暂时不会用飞的啦，赶路的时候才用。而且我们的符文是很宝贵的，好不好？符文虽然说我换了很多，可是也是会用完的。哦，找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看起来像商业大楼，就是卖，应该是卖东西的地方啦。有没有这么高的柱子？通常盖很高的东西都蛮和平的感觉。我来看一下这里面卖什么啊？啊，还有一个哇，它这个设计也太好了吧！真的很好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是生怪砖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说好的卖东西的地方呢？啊？你盖这么高，然后跟我说这是打怪的地方，然后一直出这种变异蝙蝠，变异蝙蝠不是自然就会生成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弄这个生怪砖？我看的不是很懂、喔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不是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哎、欸，我走到顶楼了、欸，这里有个那个矿化祭坛啊，这个祭坛是干嘛的？我每矿石可以直接转化吗？不行，这到底干嘛的？哇，不是我知道了，来我们马上示范给各位看，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工作台，有没有？然后做一个熔炉，然后来烧一下我们这个镁锭，我们烧一个就够了，烧完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镁锭嘛，对不对？镁锭之后对它点右键，看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换钱，一个镁换一块钱，浪费，超浪费，我要走了，我觉得这根本没有必要待。不过它好像是，爵士的矿好像都可以换的样子。虽然说我都觉得很烂啊，好像都是银币而已，连金币都不是就算了。各位想想看，我们矿石挖那么久有没有？然后你跟我说一个银币，吃大便啊？我的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我一走出来马上看到两间是怎样？哎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还连在一起的、欸，是吗？为什么我感觉不一样？哦，没有，它显示出问题而已。哇、哦，这里建筑都是重复的哎。然后我稍微去查了一下，这个世界好像最多就5个建筑吧，5个建筑找完好像就没有了。所以说我们最后一个建筑就是那个、哦、乐透兑换人哦。虽然说我真的很不想找的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。而且这个世界怪那么少，对不对？我逛了这么久，我只有拿到13个宝石而已。诶？欸，为什么地底的怪不一样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在地表没有看到这个欸。啊？别跟我说他有些怪生成在地底哦。哎呦哎呦，这只是怎样？有点恶心那里。好，不管你不管你。我们之后再去地底看好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先以地表为主啦。还有那个乐透兑换的家，我还蛮好奇他可以换什么的。
不过如果真的找不到就算了吧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如各位所见啊，我们已经绕一大圈回来了。这个一大圈不是几百个那种，是一两千个。然后我还是没有找到乐透兑换人的家，再看看吧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随缘，好不好？反正它也不是多重要的东西。那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来这边挖矿吧。比较令我压抑的是，我目前还没有打到任何有关于 BOSS 召唤物的东西。我猜应该在地底啦，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发现到地底有一只怪很奇怪嘛，就地表没有看到的。我猜它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哦，我猜。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前往地底啊，前往地底，换一下装，前往地底。好啦，那我们背包也清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来爵士鱼骨吧。毕竟它有一些矿，我真的是很想挖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好了，照着这个有没有这个往上的地方往下挖，我们挖到偏底层的部分看一下好了，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哎，为什么地底有这种地狱石头？这里是怎样？好红哦，这里。它这地底有两层哎，